台南去看看高速公路最大的休息站，今天在台南启用了，这是位在南二高的东山服务区，占地1000多坪哦，是全东南亚最大的休息站。占地1048坪的东山休息站今天开幕启用，全台最大的高速公路服务区，立刻吸引了大批游客停车暂解问，好好的享受一番空间宽敞的商店街。知名的饮食业总共有11家，在这里提供游客更多和更专业的服务。100多年的大榕树也在商店街外提供游客悠闲的庇荫还有乘凉的场所。这座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启用也成了地方非常重要的事。统一集团总裁高清月和台南县长苏冠志都前往剪彩庆贺。台视新闻唐炯台南报道。